收集网可以站嘞，我一定要去。哦，哎、欸，用一个包裹，包裹我是可以弄那个拿到是吧？绳子，好像是。我学会了，巴拉巴拉巴拉，我好像学会什么告示牌之类的。哦，原来可以直接这样做。什么？直接点我们要材料，然后制作哎、欸，不用在那边切换页面哎、欸。 就是你缺什么材料，你可以直接点它，它就会做了。嗯，我决定要来干大事。哇哦，我们的船好像变成航空母舰了。<笑>我们的船，我们的船，飞起来吧！哇，它开始往畸形的方向。哎<笑>、欸，我没木头了，有没有木头啊？啊？瞬间变穷逼是怎样？ 什么畸形？这叫高效率，好不好？打开那本书，<诶>把它移上去框框里面。哦，身上好多石头。有啊，有看到啊。研究。它是有跑出一堆石头，可以和等一下木桶只要跑掉了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对，然后那个。碎片也可以丢进去。对，你就丢进去，你都丢进去，你再丢一个，你就会明白它怎么使用。我没有那个啊。 你把各种材料丢进去啊！你先把石头拿下来，再把其他材料丢上去。有啊，都写研究。哎呀，塑料还没。哦，是我研究过，那边也会写研究啊。好像是，好像是。哎，对，然后你就可以选，你就可以学习了。把丢进去研究，不行。然后就可以学习了。战利品，我学会了那个哎、欸。 战利品工具，建筑吧。哎、欸，来来，看这柜子要被收集起来了。哦，哎、欸，我们要不要游过去那看看？吗？你是说那个可能是某个人的木筏之类的吗？我们可以坐船桨啊，船桨，船桨，船桨，有啊有啊，有这种东西。有，我坐给你，我坐给你，我坐给你。来来来来来。好好，走走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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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滑？往那个方向滑吧。 左键，左键，嘿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二三，有有有明显的，靠近了，嗯，哦，到了，哎，那上面有个箱子，哎，不行不行，会停会停，哎，往这边滑一下，好好好，我上去哪吗？我上去哪吗？走走走，一起去一起去，嘿，这什么这什么这什么，这可以干嘛？拜拜，哎，我们要船要不要打？ 啊！鱼竿哦，白头哦，哎、欸，那对，那可以干嘛、啊？我不知道，哎、欸，它要沉了，它要沉了，哎、欸，不然一个人去就好，另一个人滑。哎、欸，它上面那个好像是可以拿的物资箱、欸，哎，我去，你滑，我去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捡到了什么板条箱，里面好多东西哦，就这样啊、哦。啊，它就这样沉下去了、哦。啊啊啊！拜拜，拜拜。 啊，你拿到了什么？我拿到一个箱子，然后里面有一堆东西。哎、欸，你可不可以右边延伸出去，左边延伸出去一下？<笑>哦，好啊。哎<笑>、欸，赶、欸欸欸欸、上啊！<笑>哦，鲨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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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直接看着你冲上来哦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它挂掉了、欸。一，长按捡取。然后我下去捡，我捡一下。 可以捡哎、欸，有肉哎、欸，鲨鱼肉，哎、欸，还有一个头哎、欸，我滑过来，我滑过来，我看看你上来了，欸、然后再往回滑，哦哦哦，好大块的肉，哎、欸，好大块肉，要不要吃吃看？我有肉啊，我有肉啊，你有拿到啊？有啊，放置深鲨鱼肉，鲨鱼头哎、欸，放在这里，哦，这个视角 ，Hello。 哈哈，<笑>为什么你可以带鲨鱼走啊？哎<笑>、欸，你带，你给你带，你给你去。怎么带啊？哎呀，你怎么是抱着它牙齿？你不会痛吗？怎么带啊？你要按 tab， 然后放上那个衣服的那个格子里面。衣服在哪里？就在你的物品栏的下面那个。哦、对对对对。<笑> 你看，这个饭都吃掉。哎，我就吃掉你，对不对？
那个鲨鱼肉啊，好像太大块，要更多木板才可以把它烤熟。哎、欸，烤熟一个鲨鱼肉、欸，哎，这个拿起来可以补多少啊？来这边又累积了一盘，我们直接捡过去吧。我那背包，哎、欸，我要饿死了。怎样？哦，直接满出来是怎样？那个钓的鳝鱼，钓。站着钓鱼，很钓着鳝鱼。你在讲哪国语言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晕船了，我晕船了。是应该做个反啊？你说风力的那个吗？哎呀，我可以做。要放哪？放哪？放这里吗？就放后面这里啊，对吧、啊？对吧、啊？可是我现在看不到，我放下去长怎样啊？没关系，它之后还可以拆掉啦，应该是还可以再拆掉。有，所以我们要怎么办？打开，它、啊、会怎样？哎、哦欸，我右前方我倒哎、欸，还是那是刚刚那一座？我可以按这个来旋转哦。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要往那边，是要这样吧？哦，它会这样飞是吧？它会这样吹啊！哇，我们会飞，它会这样吹是吧？又不是海豚，怎么会飞呢？哎，我来做一个橱柜好了，橱柜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怎么钓到招财猫？是假的？我们有招财猫哎。啊，所以现在怎么办？这柜子、啊，我们这里好挤哦。招财猫，是要再扩大啦。柜子，你在整我吗？他只能放四个东西。好棒哦！哎、欸，一人招财猫。老鼠，我不小心捡到它了啊！怎么办？啊，这个叫船锚、哦。对啊，可能丢下去就固定了吧。哎、欸，一人，帮你赶快往那边滑好不好？我现在好像丢放不下来，怎么办？我放不下来啊！哦，首度登岸哦。这是我们探险的第一座小岛。好，我要丢了吗？还没。好，丢。好，我丢。好、哦，没力哦。哎、欸，停住。好，来吧。哎、欸，岛上探险。虽然这座岛看起来不大，这可以干嘛？哎、欸，我不是有做斧头吗？我要去拿我的。哎、欸，我们的船。好血。看起来非常的那个呢。哎、欸，非常的危险。哦，可以砍树哦，不是用拳头吗？不，哎，可以全部砍掉啊？可以耶，是什么？花朵可以干嘛？黄色花朵，啊，这些草，这竹子不能收割啊、哦？不行，这边还有一棵树，一人，你怎么爬上去很难爬哎？芒果种子是怎样？啊，对，这棵好像是芒果树哎、欸，砍掉。哎、欸，你要不要砍看、啊？对，好啊，身上给你快买。石斧，西瓜，哎呦，西瓜哎、欸，哎呦，哎、欸，东西掉出来了。哎呦，西瓜哎、欸，西瓜，呀，这个叶子，这个花朵有点多啊。哦，西瓜可以吃三口哎、欸。哇、欸！我要吃，我有点饿了。被我吃完。我身上有一颗。哎、欸，这里有、欸、这有箱子哎、欸。有什么？我还没有石头，有螺栓，主要是螺栓吧。其他我们都有了。中土盆放哪呢？怎样是可以种两颗是不是？喏。哎，我想到。你不是种西瓜种子吗？哦，这要种在对啊，我有这个菠萝种子跟西瓜种子。哇哦，其实菠萝没有补很多。啊，真的、哦？你吃过、哦？有啊，我吃过。你有什么时候偷吃菠萝啊？哎，他一次交两个、欸。哇，直接拆过去，好方便啊。嗯，做不起啊，我们已经变穷逼了。这样应该可以吧？这个不放应该没差吧？它不可能刚刚好从这边直很直的过去吧？不一定哦。我真去你的！
吃的，死掉了，好大只哦，海鸥，哇，好多羽毛，好多羽毛，哦，有腿。